我们什么方向都不要做。屁耶！是屁耶！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延伸存。我们今天呢，这个滑水道复活了，哈哈！我们上次在关闭录影的时候，又花了几个小时重建了一个新型的滑水道。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真的要来一决雌雄一下了。不过呢，这个滑水道的路径跟上次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次比较好滑。这次比较滑，对，我就说我这个拉得很不错啊。来，应该是不会再滑出去的吧？来试试看啊。而且这滑水道变得很平稳，很快速，也是有刺激的点。这个还是要控制一下方向。我觉得如果我都不控制，还是会滑出去，我滑出去了。好说啊！你在哪里？我在啊！刚刚不是有两个人说这里很好滑的吗？再次奇怪，关闭录影的时候怎么滑都很顺，怎么一开启录影就出事情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信啊！我认真滑，我这次很认真啊！是不是有邪心包袱啊？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那时候撞你嘞，真的假的？被他撞了，不要乱撞我啊！我们那时候测试过很多次啊。是不是在后面都一定追得上前面？有这种设定？一个下坡，对啊，这个就很平稳啊，稳稳的到这边，很快，很快速。来来来，我到了。而且这个中间绝无人场这个不像上次 会冷一下，会卡住，对啊，这超快速的啊，不会撞这个啦。好，那这次就是要来比一下溜索和滑水道到底是哪一个快了。那我没防住啊，那我溜起了，所以我要去溜索是吗？没错，你去溜索，我去溜索，你去滑水道。那我要走这个道路，这个比较安全。你看，我要走这个回去。不过很多观众说什么希望从我们这边盖高塔溜回去雪山，我跟你讲不可能，这边的地势高低差太多，我们不可能在这边盖一个超高的东西溜回去那地方，完全做不到，我们只能单方向的从那边这样滑过来而已。不然我们这边是要盖多高？是怎样？你想在游戏里面盖101是不是？可是我不想这么说。观众只是纯粹想要告诉我们，只是想看我们花大成本在拍这个影片而已。走一走会累，好喘哦，肥宅喘，真的是肥宅跑山哎，照顾你 ，what？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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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还想偷休息啊你？吃禁药啊，我体力还没用完呢，不行，防守挡住，给挡住了，跑。没力了，跑起来！耶、yeah! ，我赢了！你出奥布哎，防守挡起来，好，我还要再跑到上面去一趟，等一下好累哦。来，我们先猜好不好？先让观众在下面猜，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快？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快啊？我觉得溜索比较快。我觉得溜索比较快。好，我们来试试看。溜索一开始就没信心了。来哦，等一下哦，我们喊三二一就跳出去哦。好，来啊，来啊、哦，三二一，跳！我看看，哇、哦，你的，等一下，你滑的速度很快，我看得到你。等一下，我够得到吗？等一下，我跳啊！救命啊！还是你要再试一次？要再试一次吗？好，我就再试一次。奇怪，我上次不是有接到吗？怎么有点难接啊？好，来来来，运动会，我滑很快是不是？那说不定有可能滑到赢哦。我也觉得，可是如果我们中间用那个木棍挡住，我可能就觉得那个速度变慢了。好，来哦，再试一次 ，Go！ 我直接这样试，我看我会不会掉下来。滑起来！呀，要接到，一定要。这个很难接，出现的时候按一下，接到了！你真的，你速度真的很快，我看到，可是你滑出去了是不是？我滑出去了。我看，这个地方也要跳吗？跳啊！啊啊！
我又残血了，真可观哟！这边这个溜索是怎样出人命的哦？这溜索不行哎，这溜索好危险啊！哦，我觉得我们回头把那两个补起来，补一补好了。好，好，好，我们先回去把它补起来，走。来这边，我觉得你先滑好了。我看看啊，我慢慢掌握住，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你滑过去的时候，你只能按一次一，它只要出现这个溜索，你就按一次一，它就可以接到了。那这样子，第一个感觉也要，第一个感觉是不用啦，因为只要滑习惯，其实基本上还是接得到的。干嘛呢？接得到啊！你只要等一下一出现那个图示，按一下，他自己会接到。你要对我们的主角老爸有信心。我已经，你看，可以，有有有，我也接到，我也接到了。哦，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这个我觉得先不要按，我什么都不要按，我们就直接落下去就好。我们什么方向都不要做。啊！屁！直接屁嘞！我死哎！我也死了。We interrupt our program. 哎，你们，你变印度人了？我变印度人了 ？What？ 先吃东西，先吃。我们两个都死掉了。好惨啊！太扯了吧！那怎么办？那个防护措施到底怎么办啊？我觉得不行，我们以后飞机这边要做个东西，可以快速回家的。我也觉得飞机这边要做一个，而且如果以后有什么朋友要来玩的话，可以快速让他们到我们那边。不是啊，我们先回去捡我们的尸体啊。哦，我们直接摔死活活摔死我们两个第一次挂掉就是两个人第一次同时死掉我们拍了这第几集演了？三十了吗？39还40了吧？39、42，我拍这么多集，第一次挂掉等一下，等一下，这边是这边是教堂。我想一下我要到我们那个尸体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到车屋那个地方？对啊。啊，所以我要溜这个溜索，对吧？今天这集搞得有点复杂我们今天这集是不是啥都没盖到啊？我们好像终于有一集不是纯建筑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死。我一直在吞药啊！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也是做？我们到时候做一个双向系统，从那个飞机头那边，就是从某个地方能快速的到达飞机头。对，一定要这样。对，然后再从飞机头。意外，好久。对，因为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我也想要吃一点飞机餐，你懂吗？吃飞机餐，吃飞机餐，还是有时候想要去找一下空姐。对，找一下空姐这样。这地方要接吗？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心里有点恐惧啊。好远，好高，超远的啦！我们这是四包超远，超级远啊，还好我们尸体在车屋附近，应该在车屋附近吧？我看啊。对啊，我们在那个啊最后一个那边摔死的。我看到我的包包了。我来看一下我的尸包长成什么样子。这尸包是怎样？这尸块也太多东西了吧？因为还有我的尸体，是吧？这是两个一起的吗？我要换，我是机长衣服。好，然后这个，那是什么？衣服啊，这一袋都是衣服啊。啊，你是机长，对吧？我现在穿机长衣啊。好，你那个也是空姐，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这个好恶心，不要不要。好。不是，我们先把这边的安全措施先给他做好。我们今天一定要比赛，把这比赛办完。我一定要比完，我就盖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挡住他就好了。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刚刚我们是从不对，我刚刚是越过这个。对啊，越过这个所以没有用啊，所以就是填这个中间一落下来之后就挡住啊。我们再去第二个挡住他那边第二个东西，然后把它盖起来。我现在长的样子是还是老爸、啊？不是，你好像不是老。你好像，我是没变啊。你好像是老爸老爸的样子。可是你变印度人了。我变印度人了，算了。对啊，你很像那个三个傻瓜里面。我知道。到时候后置 P 一张图在那边，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安全措施要做好就怎么就这样出来了？不行整天想着不要弄什么安全措施。对啊，安全措施要做好，好吗？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再越过来做这个。好，走，晚上快到了快点，我们回到那个上面去。我现在爬到上面来，可是这个天色是不是有点暗？对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要睡觉了。你
你要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讲啦，我在这边也是可以睡的啦哦，我就铺一个这个。糟糕了，是不是木棍不够啊？我差两个木棍。哎呀，我放弃啦。好啦，我回去啦。我回去睡着可以了吧？我回来了。不是啊，白痴哦，你刚才那两张床是棺材啊，不能睡啦。啊？这里本来就不是拿来睡觉的。我们要去，等一下去一楼睡厕所了。哦，所以这栋这个避难所是只有厕所可以，厕所可以真的睡觉的是吗？对。到底是谁这样子设计的？搞半天还在那边上面弄很喜花，就根本不能睡觉。搞半天，整栋雪屋只有厕所能睡。兔子肉，烧起来，吃。好了，来吧，吃饱饭咱们 PK 了哦。好啦，来啦，来啊、这个安全措施全部做好了，你自己准备溜好，不要溜出去啊。3、2、1，溜！溜起来，滑起来！我不能输，不能输滑水道。等一下，那个中继站，我要很快速的绕过去，我要一个神奇的 move 绕过去。等一下，我会不会打又出去？你给我出去！这真的卡住，等一下，这卡住卡太多。欸、我左边侧身在滑啦，等一下我看不到正面啦。没，我要出去了。很雷耶！你真的很雷，可是这个地方，这个。中间这样挡着我，好像会挡掉太多速度，我觉得会输。真的吗？我觉得我这样会输，等，要不要试车看看？敢不敢没？就问你敢不敢而已。你敢的话，你够啊！来呀、啊、来、啊，我把那拆掉，走，我们去把那中间都拆掉。来啊、哦，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前面给它拆掉，再来一次，最后一次了，准备了，3、2、1 ，Go！ 溜起来！怎么觉得滑水道真的很快啊？哇！野人一队在那边跑，野人在叫啊，勾住了啊！哇！你的这个速度直接超过啊！我觉得我中间有接到就输了，没办法，因为它会变慢一点点。对，我这边只要这样子接到，然后我这样过来啊，应该输了，你到了，我飞到这里来。好，那输了。不行啊！除非我们的溜索溜很顺，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因为它中间它在挂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延迟，没办法像你的滑石套一路这样溜过来。啊、没有，而且溜索如果是到这里的话，我才可以两个终点线不一样。对，两个终点线不一样。好啦，所以呢，今天这实车这样做下来，还是滑水道会比溜索快一点啊。好啦，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延伸层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那也别忘了到我的 FB 以及 IG 按个追踪，那我们就是下一张延伸层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